南投竹山指南宫小年夜人潮涌现，香火络绎不绝。除了到此虔诚拜拜，借还金的柜台每天也是大排长龙，大家都想求取发财金，几乎每年都会来借，就对了，超过十次了，我把它存在投资的账户里面。指南宫的福德金又称发财金，信众们向土地公婆焚香祈福并宝贝，之后再根据宝贝的结果求得相对应的金额，祈求事业工作或家庭的顺利，之后最慢要在一年内还清，顺便在天仙香油钱。我自己是会抽其中100块放在自己在使用的钱包抽彩。借了多少金额呢？500。放钱包里，放枕头下。借的大概4亿左右了，啊，还了将近7亿啊。主委更说，有一位电子业年轻男子更大手笔，一口气还了150万元，是今年单笔还金的最高金额。不要拿钱，里面有钱了春节前夕求个发财金，期望土地公保佑自身财运旺一整年。记者曾伟翔、韩志兴、陈志茂南投报道。